外来文化进入部落后，生活方式改变，让族人与土地渐行渐远。我们都知道现在部落好像问题很多，那个问题大概也是土地没有力量吧，所以土地没有力量，人也没有力量了吧。面对文化语言与传统的快速流失，云律师决定将文化的种子生根在拉蒂，用唱歌嘛，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人的本性嘛，自然而然从文化方面再注入在他们的生命里，还要知道自己的根，让孩子们可以在部落土地上触摸嘎嘎，重新与土地连结，与族人之间的情感，你跟大自然互动都有那个共鸣，会看到他们的生命很蓬勃，很有朝气。我自己也很喜欢，生命是那种在大自然里面不断的扩展。9月7号晚上7:30，就在石壁向前走。